到台北车站了。今天应该是往九份那边，金瓜石车站 Golden Museum， 对，好像一个小镇的感觉。它是日本人的信仰指标，这段有点硬哦。在网络上看到大家都在这里拍，风头豆花很黏哦，哇，好爽！我们要去黄金隧道了，哦，很凉哎，那个矿坑的车吧，矿工的生活，5亿7000万。金钟罩，本山五坑到了嘞，里面的很多渔网好像必吃啊。有人要吃吗？这个是我开的，超贵，开的超长，那直接给他拉回装起来。嗯，好喝，一炸一丝，有点特别。这个走下去就是最热门的那个点了，吃芋圆喽。因为里面的芋圆超多颗，连住509，上下铺的。然后夜市第一次逛，好开心哦，先炖猪脚啊，这汤头就很赞。对啊，这个看起来很好吃，我们逛了一辈子，终于逛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今天呢，带过去台北三日游。那现在时间早上6点多，等一下我就要前往火车站，搭火车到台北进行纪念行程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。有人迟到，害我们从火车变坐高铁。被这我被卡掉，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会提早到。Yeah, 我们到台北车站了，广场。我们现在要坐公车去九份，今天的第一个行程应该是往九份那边，就黄金博物馆啊、黄金瀑布那些。那想说现在时间还早，所以我们先去黄金博物馆，然后再去老街吃午餐这样。等公车中，今天天气好热哦。我们之后转搭1062去金瓜石，转车人生转转转。我们现在到了黄金博物馆了，等一下开放时间，假日到6点，门票是80，全票2张，360。有要去走矿坑吗？好啊，走路进去差不多10到15分，里面很凉。OK， 1张50。好，走，好，矿坑50，里面很凉哎。金瓜石车站。酷欸 Golden Museum 本山五坑 VR 应该是没有啊，没有，因为给他四个名额，额度一场只有四个人而已，那有可能我们现在走过一定没了。昆虫算不算？对，好像一个小镇的感觉。因为有冷气是不是？可是全家那边没有椅子。哎、欸，厕所你去了吧？对，没了，你在。要不要？有线。喂，洗手间。这是一个木头的建筑。哦，派出所啦，这边。嗯，这个是派出所哎、欸。哇、哦，木质的。矿工便当。Post。我们现在去黄金馆跟金瓜石神社。
这是矿坑的铁道哎。金瓜池神社，它是日本的信仰指标，具有时代性的意义跟价值。二战后曾遭破坏，现在只有鸟居石阶、拜殿及本殿。哇，这段有点硬哦。看一下我们风仔，不太行了哦。哇，上面有第一代神社。石裂鸟居，哦，很喘，上面有一只大蜘蛛。我觉得我到这里就好了。哦，就是这个啦。对对对，我在网络上看到，大家都在这里拍。很多钱呢，好凉哦。你要什么？我加这个，一个坑口豆花。还有一个柠檬豆花，吃豆花啦，硬邦邦。湿了，我应该要穿排汗的。我不知道今天行程那么硬。赞哦，冰块呢？棉哦。把那个神色开运了，感觉柠檬比较消暑。他说不够酸，再跟老板讲。哇，好爽啊！顽石舒服。我们来走那个本山五坑。你好。来，我们冒称一人一顶哈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看到救星了，好。好，先给拍照。谢谢。然后等下出去的时候，您再拍照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要去黄金隧道了，0.28公里。本山五坑哦，很凉哎，真的哎，比冷气还凉哎，很潮湿哎，哎呀，都湿的。看这里有水。超厉害，跟军队那种矿坑有点不一样，这是模拟耶。应该是矿坑的车吧，不然这个屋根没往里比啊，而且就潮湿哎，弄深深，里面还有啊，呜，但旁边都用树枝撑起来，这个是树吧，哎呦，都有点烂烂的，又要爬山了吗？哎，这样就出来了。啊，来，安全帽请给我哦。帽衫不要的话，有垃圾桶可以丢。好，给你。谢谢。这些。谢谢。阿亮，今晚该去博物馆。哦吼吼。那我比较臭矮了。哦。黄金馆。我们来摸大黄金。
矿工生活。哇塞，矿工的生活。火药库，自然厅，这个是魔鬼海胆，我们让它进来海洋馆了。这是什么？灰地矿，这里都是五彩缤纷的矿石。哦，本日金价2617，220公斤哦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，5亿7千万。哇！220公斤呢，999.9。你现在摸的是5亿7千万的黄金，搬起来。买黄金哦，很帅。放大14倍的50块，用350买50块，还是不能花。不知道掉在地上是不是一样的声音哦？这个好可爱哦，茄子戴的项链，还有这个天灯造型的珍珠奶茶。我们要来做纪念币，做这个黄金神社的。刚才有爬上去的那个，来过来，没在旋。哦，先旋转。啊，旋转掉了。哇。贵啊！美摩鲁斯丁，这是什么？太子，太子宾馆。这个是我们刚才去进去的那个本山五坑，对吧？你要把它凹回来，要用那个，记得它有个平台可以凹诶。有吗？我们现在要坐公车回去九份吃午餐。我们到老街了，哇！暌违好几年，终于又来到这里了。第一次来？对啊，第一次来。到了嘞，火沙朗。哦，里面的很多啊。渔网好像必吃啊，这第二间啊。还可以吗？刚才那间，这间也是渔网的。对啊，没有位置。我现在可以考虑看看。我看过这两个蛋诶，传统渔网。这啥模型哦，好可爱哦！这是正版的呢。有人要吃吗？这个是我开的，没有了。草莓干啊，没讲。
三包一千的。不会，完全用。两个600，你们两块都有做优惠。这是大小。现榨蔓圆。不是不是，这是葡萄。哦，这是桑葚。嘿。对，来姐姐来加一点柠檬。没有办法，他都一坨一坨。对。好喝。不怕我搭配。峰哥给他推位。你们有没有带冰开水还是什么水？我帮你装一些。我带冰巴杯。你要现场冲一壶。我爱怎么没鸟啊？啊，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水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带水壶。哇，这超贵，排的超长的。但是这个对面的蔓越莓，嗯，蛮好喝的。那直接给他冰巴杯装起来。好 ，OK。这都不用买饮料了。我们来吃这个深坑臭豆腐。炸豆腐，港式的哦。是的呀。我们吃香炸臭豆腐跟深坑臭豆腐，一炸一丝，好辣不？好入味了，这个豆腐稍入味才好吃。有点特别，跟我们那边的豆腐不太一样。吃起来，我现在感觉了，豆腐吃起来不一样。我现在要来打造知名地标了，这个走下去就是最热门的那个点了。来看一下，ごめんなさい。哪个？戏院在这里。今天有什么电影呢？谢谢。真的有电影。好帅啊，每个人都在这里吹冷气。就是以前应该是在放电影的机器，看一下它投射的地方在哪里，这个吧，悲情城市电影院的贩卖部，双麒麟雪糕，啊，老板呢？这是今天放映的。走到老街的尾端了。
这也就是一个拍照的点。然后呢？对，睡了。吃芋圆咯，赖阿婆芋圆。是差不多咱冰回一个嘛？对。还有这时候来是刚刚嘛，刚刚比较超级。刚才有那个运动到了。嗯。很 Q 很 Q 哎。嗯。原本以为它加冰块之后会变硬，结果还好。这个一碗50块，里面的芋圆超多颗。有点吃不完，芋圆超多哎，还有豆类，没啊，红豆、绿豆、消暑的，太多颗了，至少10几颗应该有。完食喝不完了，哦，好香哦，峰哥受不了了，原味的哦，高粱，高粱会酒驾哦，我们没有开车，我们是坐车的，一条。走出来了，我们要去下一站了。应该不是这一站，要走去公车站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市区了，去买个衣服。反正九分现在越多人，很拥挤。我们现在一样是坐0622回去。拜拜九份，然后走了。我们住在小巨蛋的对面的这一栋的14层顶楼，这里。小巨蛋在这里。我们到今天要住的地方了，14楼哎，赞哦！很多话哎。我们今天住509，上下铺的，很温馨，就这样而已，蛮小的。然后有一台电视，那柜子应该可以拖出来。对对对，可以。然后盥洗用具，还有个小空间，这样。男生卫浴，2间吗？哇、哦，很干净哎，可以，大小可以，嗯，不错，还有2只吹风机。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耶，然后这里有一些文创市集吧，算是，看一下这种混哦，混市集哦，对对对，好了，没错，我们要跑来 NET 买衣服了。嘿嘿，走走走，看一下有什么好买的。哦，炎热夏天就是要这个冰沙衣，339。买完了，买了3件衣服跟1件裤子，明天穿。
峰哥大手笔又花了2000送袋子，我只有纸袋而已，它是布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逛饶河夜市，没逛过，第一次，好期待。我们坐捷运去饶河夜市。我们在小巨蛋站这里搭，我们住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，是这里吗？不是，要这样看。哦，这样我们是住在这里。对，我们要走过去。我们要坐去松山站久违的捷运了。第一台列车往松山。到了饶河夜市出口五，慈花宫跨步到了，终于第一次逛，好开心哦。哦，很香呢，哦。今天人爆多哎，进胡椒饼，买对耶呢。炖猪脚，白色的，这汤头就很赞。对，没有。一人一份了，没有工资少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只需要你过来。赞龙，麦汁多一点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左边吃，好。来左边吃。边走边吃，哎呀，算大只哎！哇，很棒！沙拉好多哦，好爽！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哦，生鱼片，啊，几杯加菜？萝卜跟红萝卜，吃一个嘴馋的，有一点点，和那个菜头一样，菜头一点点，白萝卜，赞。合格的关东煮店就是要先吃萝卜，就知道了。有烂哦，而且萝卜甜甜的，再就是红萝卜。红萝卜更甜，好吃，很鲜艳的茶碗蒸。看起来很有食欲。哎呦，
可以哦，有机会哦。逛了一辈子，终于逛出来了。牌楼，每本多一点，多一点啊，谢谢。我们来吃麻油料理。好，准备结束今天的旅程了，我们坐公车回去好了，因为有一些吃的。好，各位，那以上是今天第一天九份老街一日游行程，那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朋友，记得把那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明天见了，拜拜。